执行两次这个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的乘组我们已经选定了，正在积极开展相关的训练和任务的准备。14和15两个乘组呢都将在轨飞行6个月，而且呢我们将首次要实现在轨的乘组的轮换，6名航天员呢将共同在轨驻留5到10天。可以与核心舱一起来支持两艘载人飞船停靠的时候6名航天员的生活。另外呢还配置了一个小型的机械臂，它既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跟核心舱的大机械臂来进行组合使用，来共同完成航天员的出舱以及舱外实验设备的照料、巡检等任务。